讲到这叶金山哦，真正是死过我大伯。消息去有记者突袭直播的尊都算，尾啊，搁接受什么媒体的采访，讲什么哦，要帮助小虾米对抗大金鱼，甲财团刮出高魂啊！哦，那不是因为你啊，又聋又瞎，去找赵树海买把什么龙虾图啦？但是才会愈不愈大坑。哇，三妹，我知我唔对啦，也不过这嘛袂当完全怪我。我哪会知你甲迄个赵树海啊，因为药膏的代志计冤仇。而且我嘛是烦恼哦，迄高文爱开发案无得进行，还拼性命来想办法呢。包括公司以后的代志啊，你较卖插咧啊。啥？我是总经理呢，你叫我卖插代志，唔是第一甲我架空，还是要甲迄张副总同款提早办退休啊？你若是要退休，你嘛会用的啦。反正你即马甲张副总同款啦，差不多啦，世界两无，放鸡屎一堆啦。三太，你哪会当摕我甲迄个老扣扣比啊？而且杨氏集团有一半嘛是算我经起来的呢，哪会当因为一些信我都误会我？谁叫你出这么大的差错啊？唔对，应该是讲哦，咱杨家唔知咧行什么运，奈最近做代志拢未顺啊。三妹，我看哦，你唔通阁多撇，啊，赶紧去找迄高人哦来洞刷解风水，无你家真正是明月，俺死万唔冤家，啊，嘛无一定是，伊阁唔知会家己死啊，所以拢早顿来困的。你是好阿伟，明月是我的糟囝，你敢会害我？而且啊，你嘛莫伫遮呢疑神疑鬼，家己骗家己啦。而且这件代志真明显啦，高分海开发案，自头到尾就是有人伫咧背后冲空的。我知啊，有一个人哦，比明月搁较可疑。什么的？志良啊，志良哦，伊嘛是冤枉死的呢，而且到即马，啊尸体搁找无，搁还袂入土为安哦，迄碗一定就重的，敢会是当然要破坏啊？我真正无想要搁听到这个人的名，我甘愿一开始啊，顶摆这个人啦。是真正放袂记，还是唔敢想起来？是讲陆总裁拄才咧讲迄句话，什么意思啊？哦，无啦，啊是讲哦，这电影内底的台词啦，看恁两个阿婆刚才在讲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，甲恁讲起来生笑咧。陆总裁，有当阵啊，迄袂当学别讲生笑，迄惊死人诶。讲总。你嘛知影讲袂学袂讲装笑，安尼恁安尼目睭金金看叶金山甲高云啊开发案，不过无路通行啊！这个玩笑开大了哈！罗总裁，看到新闻啊！啊，媒体就是安尼啊！啊，看一个影，生一个囝，啊，你学一个新闻，就一直播，一直播，你无想要看到，有啥困难呢？啊！罗总裁。你千万哦，唔通因为这届意外，就失去对阮杨氏集团信心啦。啊，这高分海开发案哦，阮一定会执行到底，不管偌侪人反对哦，阮的挖土机哦，哎，一定会撸过去，死哦，嘛要甲迄地撸个平啦。江总诶，你撸讲哦，我撸无信心咧。即卖社会大家哦，拢在关心环保重大争议的开发案咧，你讲啥物死都要甲挖土机一人撸过？你准备要做全民公敌哦？Gus， 我哎，罗总裁，真是累了。阮慧君啊，有当时讲话哦，拢安尼较普通淡薄啦。啊，你即马教授的办法？是嘛？罗总裁，你放心啦，阮三太哦一定会想到办法的。只要迄哦卡到伊的代志哦，解决就无问题啊啦。好，你家在，我已经把迄龙虾都断掉了。我哦，罗总裁，这你无讲你唔知，我一直甲三太讲，阮家最近闹鬼，都铁齿唔相信。啊，回去啦，好啊啦，别伫个罗总裁面头前讲这五四三的。啊，